根据技能介绍，敌方等离子普高速射出的小型普，一次性射出6枚后，即需要换弹。拥有极快的换弹速度，陆超等离子首领剑可连续丢出的巨型首领剑，命中敌方目标会回复负武器部分冷却时间。一闪残心，他准前方向高速为一次出，对途经的所有敌方单位造成伤害。若命中的敌人被直接淘汰，或者2秒内被淘汰，则回复一闪残心的冷却时间。跳跃，进行一次普通跳跃。轻巨实战技巧，作为中位忍者设计的独特机甲，轻巨在战斗中呈现出一种科技与传统并存独特美感。隐藏在右拳中的6枚疾风等离子普武，体积偏小，却拥有极快的飞行速度和换弹速度，在实战中灵活且致命。如忍者般连续迅捷抛出的令涛等离子首领剑，可以展开前方的一切阻碍。 在命中敌方目标后，还能减少负武器的冷却时间，隐藏于掌心的等离子光剑残心，搭配上驾驶员高超的冲刺技术，使其能在高速移动的同时，出其不意的击破敌方机体，腾挪闪转，行风怒涛，凭借着神出鬼没的身法和高超的战斗技巧，轻巨游刃有余的游走在赛场之中，夺得最终的胜利。